因為而家直通車由香港去到廣州嘅東站咧，就係210蚊嘅，咁啊相差50蚊。咁似乎咧就係、是如果住喺新界一帶嘅地方咧，可能都會選擇係去深圳搭多啲嘅。如果係喺開始嘅時候咧，有一定嘅折扣咧，能夠吸引更多人香港搭咧，自然咧，我哋嘅班次係可以增加多啲嘅。咁若果去到內地，個班次比我哋仲頻密好多嘅話咧，咁我亦都擔心個吸引力係會打折扣嘅。